哇哦！你唔需要同我解釋咁多，邊有男人對母女認真？2003年度香港小姐競選最上鏡小姐得主係18號李思雲。我最滿意自己個鼻，因為靚得嚟夠曬高。但我聽人哋講咧，個鼻夠高就啱做插蘇喎。唔係，咁你咪可以做發電美人。18號李思韻，敦煌舞同森巴舞你都識跳，仲跳得咁叻，只叻係你啦。李婷啊，你整緊拍一場浪漫氣氛嘅戲，唔通啊？你唔好咁白眼啦。乜又係我㗎？你跛嘅咩？跛就唔係跛，你可以唔抌噶，不過怕你對盒朱古力咧觸景傷情啫。14號黃紀瑩小姐，方齡18歲，佢嘅志願就係能夠成為一位成功嘅演員。我係14號黃紀瑩 ，Alan Tam， 你近排因為開演唱會搞到環保署好頭痛啊！不過今晚嘅出色表現一定唔會令到你頭痛噶。我知道你有前言，你有温柔。14號黃紀瑩 ，1994 Miss Bologini。No. 14 Natalia Wong， 黃紀瑩小姐咁有上鏡嘅 face， 一定係能夠成功演員啦。白飯魚啊！啊唔得！我覺得你呢份人幾難了解。你呢種感覺已經係一種了解。苗小姐身高5尺6寸，體重114磅。9號嘅廖軒仁小姐，5月嘅新產品咧就叫做閃電全真生果機嘅。你咪嚇親人啦！咩嚇親人啊？你自己落唔到嚇親人，你妒忌啊？3號係范逸敏小姐。范逸敏小姐，方齡20歲，是一位日本語學生，希望多見世面，接觸不同的人，她就得到最上鏡小姐，恭喜曬范小姐，唔該曬袁詠儀小姐，唔該曬。